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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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我的脑袋，偷袭，我这里是我，脑袋在地上。胜者是我，再偷袭一个，打爆你，连杀，死了，什么鬼？哎，重要事啊，没有这种的吧？对，两方都没事是怎样？也太残忍了一点点。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一棒就死了，有时候好多棒。对啊，哎，骗人的吧？偷打，有没有成功？是一棒敲死哎、欸，他上面是我装什么东西？打踹他！我身上190美元吗？没有，我身上怎么会？你的泰拳是这样？身上有190元台币呀、啊！哎、欸，那25杀也太夸张了吧？我替坏东西报仇成功了！谢谢。原来是他一直想要跑，原来他死了不是你、啊？他被扣在我们都追他560出、啊。那个 W 大没有来啊，他说他要给我1000，看到目标了，1090美元还没给我。哎，中刀，给我完打！哎呀，我不要。哎 ，miss， 啊，干死了！啊，居然没猜中，这里很多人，来这里坐在 OP 圈哦，想跑。还想跑？哎呦！他说那个是他又连败了，为什么？这好事，美国赌博突然一个人这里跑出来，打你，给了我一棒，扁你，扁你！哎，各种打不到人，打死你！哦，为什么？两棒就把我干掉了、欸。哦，林家良就跟宝，林家良就跟宝。突然一拖人，开车乱换。打一次可以直接秒杀、啊，那是睾丸素吧，所以才一次秒。哎呦，为什么要打一次？那才想到说那个被偷了、啊，克好久没有来了，都被打笨了。剩4分钟啊，等下赶快重开一场，我们用 QK。你要加态势吗？有啊，哎呦呦，打 nice play。先被人家敲到、就是有可能很高的几率会死掉。哇，好乱哦！对，一坨人都是在我打老坏，我打秃头，这感觉就已经要死了，秃头必须死，打死你，打到你变龟头，打！哦呦，干我屁事啊！为什么打到我？这样也死？哦。捡兔的味道，捡到了，没水不漏外人田。杀人啊！这是什么奇怪的大混战？维州哥，哎、欸，后面还有人，哎，这是维州啊！上课上到一半不爽，然后约中，然后等一下下打架之类，在操场干架。在学校堵你啊？对，在学校有多大的？兔兔，兔。秃头，败啊，连败啊！啊，被另一个干掉了，太惨了啦！败啊！哎、欸，剪尾刀，连败、啊各种连败，那个人杀人数也太高了吧？哦，好痛哦！哎、欸，他也太强了！咦，就是这样，呜、哦，哦，饿啊！秃头不会刀啦！哦，这里，秃头不用下剪尾，有，哎、欸，超，你剪屁啊！啊！雷王前几天不是才在阿信出来吗？有，最近感觉有头，敲死你！这个头有一个，另一颗头哎、欸、跑掉了。哎屁！哎，隔山打牛第一次啊！感觉有人在追我。哎、欸，我以为我的回马枪，哎呦谁啦？乱打 baby 两千又是你！哎呀，谢谢内裤哥。擂台上啊，谁要上来？第一哦，后面第一神、哦，一下子就输了。呜、哦，那人车这样开的啦，好恐怖哦！又连败了，为什么？不要打我头，不要打我头，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要打我头。我就来打你头了，哎、欸，谁又臭打我？
好恐怖的，直接我被凌虐了，我去当兵啊，这也太快了吧，我整个被打烂了啦，兜兜啊，不，我的头打死，我的头又爆了，我没捡到头，你头没有了那斗又是连败，哎呦，呜、擂台擂台，你们怎么互相倒啊？一人一棒，趁现在捡头，哎，没捡到，有，老皮在前面，大家快打他，跟兔头互死，路过，拼了，老皮在前面，快打他，干，红血，这个想捡他尾刀，你干嘛上来？打死你，打死你，哎呦！哦呦！哎呦，各种被凌虐，还被打飞，太夸张了！跳上！哎，我打尸体了，不，打尸体，打我！我看我背后偷袭，再一棒，哎、欸，缺一棒，你不要跑，我的头，剩下三秒了，啊，我的头，哎，老皮想干嘛？不，哎、欸，打错了。哦哦，秃头秃头，红彩六号还不打，想玩打，打都可以打，不要打我！你、欸、那个杀人数也太高了吧？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如果说如果复仇成功的话，应该就不会有人想玩了。打，有时候杀两，可以打尖尾，每人两千 ，no， 为什么？你们都是我的，都是为什么？连杀我跟是你啊，傻傻的，第五名，好猛哦！哎、欸，我十一名。直棒没有找我去，根本可惜啊！直棒找你去干嘛？直棒找你去还得了？对、欸，这好多钱哦，四千二。要！来啊来啊！拿球棒不抖，这我太变态了吧！穿的人模人样的，杀人狂啊！这个要小心，真正的杀人狂就长这样。哎、欸，老皮好低哦。有啊。兔头要一下，兔头要一下，那重新好了啦。你现在自由模式啊，你再开一次。我相信老皮是众矢之的啊，老皮也快打他！看到老皮就扁他，那没穿衣服了。上半身没穿就是打，赤裸的被打感觉就更痛。红头发这样你也要欺负人啊？头发是小燕头哎、欸，你这样打，你这样对得起小燕吗？哇塞，那更要打了！怎么更要打？我要跟他讲，那是你讲的。要打出红不让都是对不起他，打他是尊敬他、啊，看得起才打你啊！好累啊！啊，再玩个几场，反正我们晚点还要那个嘛，等一千万立万、啊，打开开开开开！奇怪，我生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。杜总开啊！你要我装别人是我打，凭、哦、什么啊？哦，这个这好养眼哦。UK， 嗨，来啊来啊，开始！没有腰啊，等兔头啊，等兔头。哦，有妹子，先怎么上车 ？UK 妖精那个吧，怎么上车？我不相信这个游戏里面有任何人。欸、他奶子有刺青呢，奶子有刺青，我连 NPC 都不相信啊。连 NPC 都不相信了，这也太夸张了一点。NPC 都会把我撞死啊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也很想问。哦，这个奶子也有刺青。哎，怎么瞬间就两星了？是。哎，那个谁，那个谁，等我，那个谁。哎，那个谁，那个谁，那个谁跑掉了，那个谁。哎，你要上车吗？上车。谁？来。哇塞，真的是武秋风，不是？哎，我的这车很棒啊，赶快上来你就知道啊。该不会有信心吧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会没有信心？怎么可能会没有信心？妈的，两颗星！啊，还好我刚刚存钱包了。兔头腰了没？好，我莫名其妙就有信心啊！跟他们干啊！你手上拿那种？人家说年蛋就在这个、啊、年蛋，快跑！耶、yeah, ，倒的不错哦！快逃！怎么不会爆炸？我又忘了装眼镜了吗？哎、oh, 有爆爆！有这里很多人，跟他们一起。哎、欸，兔头腰了、哦。我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收到哎、欸。有啊，我现在收到了。有啊有啊，还有一个一个腰，记得要 QK 哦。我要一个一个腰，手动腰。
这干嘛的、啊？赛车吧。啊，哎、欸，可以开那个啊 ，GTA 赛车啊。Team， 我们还要花400块解锁那个星星才可以来。你们说好雷，这样都射不到。哎、欸，这是遥感，好不好？你们以为啊？已经以为啊？点对点，超级跑车。什么时候要玩那个啊 ？GTA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。GTA 团队赛车，然后两个一个开车，一个开枪。哦，对啊，那个好玩、啊。上次我们玩的超爽的，超北气的。要吗？再来玩玩看吗？那轻轻松松就拿第二名。PS Vita 没有钱的、啊，那我钱买 PS Vita。买了啦。没办法改。我穷到都快要去那个叫下面的阿伯帮我吸一下了。吸什么东西啊？可以不要乱吸吗？当然是吸某种东西哦。吸什么？吸金，用吸吸换那个臭豆腐。吸吸柠檬，那是你要去帮人家吸吸。有人说，哎、欸，有一个还蛮好笑的，他说有一个那个22岁的红杏色狼啊，他去年底躲在那个女生厕所，想要用手机偷窥女生上厕所，结果没想到居然拍到那个丹丹。哇塞！他拍到一个男生在。他拍了一个男生，也太衰了吧！重点是为什么那男生也去女厕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好像是说他那个男厕客满，女厕没了，然后他冲到那个女厕大便，然后就刚好被拍这样子。看为什么这么看起来这么的，听起来还蛮好笑的，我觉得，而且还是大便。什么？居然不能下注，太可恶了！我是为了下注才玩这个游戏的。有人说恶心，看我的绿色火车，粉红色的呢，一定一堆粉红色，有一群娘炮，一群娘炮，哎，这个没有碰撞啊，你们这些少女心，哪有少女心，粉红色明明就很赞、欸，难道你不喜欢粉红色奶头吗？这不会碰撞哎、欸，不会碰撞就可惜啊，先看到再说吧，哦、现在想开碰撞，开日本人的关了。No！ 车要翻了，车要翻了，车爆炸了！哇，那边爆炸，爆炸！哎、欸，为什么只有我死？太嗨了！为什么？自爆了，嗨到自爆了！没关系啦，反正我也最后一名。啊，没有你是十五是不是？太好了，不能做官，我才是十五，好难过，我14啊，那有什么差？14跟15有什么差吗？都是一跟二啊，对啊，追！粉红色奶头，好物，神器哦！又撞又撞又撞！我靠，好危险哦！这不就是上次老皮那个吗 ？No！ 不要再超我车！爆炸了！什么赛道？不行，我一定可以成功。有比这个还夸张的，只是我怕太难。哎、欸，这怎么上啊？在空中的？哎、欸，这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在那里？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为什么 ？Why？ What the fuck？我差点去车，连着走去。这什么鸟毛啊！你以为我是四驱车？你真的以为我是四驱车吗？这什么东西、啊？全部是龙卷风！太难的啦！哇，干！我真的飞过哎、欸！妈，我超神！真假的？这怎么过啊？超神的啦！这什么鸟毛？我们不是四驱车吧？我超神的、啊，果然喊一下是有用的，有没有？然后你开过去喊一下，冲锋就飞过去了。哦呦，太可惜！喊一下就有，好，不必呀，喊一下就有了。你喊一下就有，喊一下就有。炫，不是不要。我喊一个炫，我就跌倒了。躺着喊，坐着喊，趴着喊。不行不行，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。还是八千豪喊。我先挑最简单。这最简单。太炫风冲锋龙个屁呀！龙如破。不然还有那种飞到天。上架个侧翻之后才飞檐走壁那种的啊，一定要努力！你们都完赛了，真假的？太快了吧！完赛，各种完赛，你们怎么完赛的？作弊啊！哎，过了过了过了，终于过了，终于过了！哎、欸，不，有人自杀是怎样？可以不要自杀吗？也没那么惨吧？哎、欸，哦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爆了！我要自杀了。好难啊！太惨了吧！你们都完赛了！哇塞，第五、第六，他后面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。后面还。